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你好 ，Welcome to Hong Kong， 欢迎大家来香港。我们刚刚来真的是拦不到计程车哎，因为有些可能他不顺路，因为其实我是走路来的。你在香港会走路哦？然后如果你跟他讲说你要去几号几号这一个地址的话，通常我们不会讲地址，我们会讲哪一根跟哪一个的接口，或者我会直接讲那一栋房子的名字。对，然后香港如果你有行李的话，基本上你开后车厢就是要加钱。嗯，对，有带狗狗或者是带鹦鹉或者带什么蚂蚁在家，那我们就出发出发。啊，咩香啊，千里香啊，七里香极品哦啊，没啊，他们觉得很搞笑，就是香港人就是，这我的这没有经历过。那阿忠面线要加油，阿忠加油！你皇后大道就很有名啊，有，我小时候看港片的时候都有看到，都可以听得到。那我记得有一首歌，不就是皇后大道东？家界住那边，那边就是天龙轩，就是 ICC 全香港最高的最高的。对，然后它旁边，就你看一下，它橘色那一栋就是所有闹鬼。这公园是德华公园。嗯，德华公园。啊，你懂了。为什么要来荃湾呢？因为我今天是吃回忆杀，你知道吗？荃湾就是你们来旅游，大家都不会来到荃湾的，因为大家一定在铜锣湾啊，或者是哪里。对对对，不太来荃湾。但我觉得荃湾的流程道地的东西，就是可以来这边看看。但是我要吃这一间粥，我们今天要来吃的东西叫炸料。其实另外一间的粥是我比较喜欢的，但是今天也是很有名。他们很多人都会看我，看到就是整个人没了，痴狂，然后撞到东西。我刚刚在看那个大哥在煮边煮眼睛一直看，边煮粥边看，你眼睛冒星星。你们有懂那种感觉吧？就不是我自己这边多说，然后我跟你讲，阿哥最喜欢我了，好不好？牛梨酥，我们俩要吃牛梨酥。我才刚叫完不到一分钟，马上就来。这个是我心心念念很久的牛梨酥，它看起来有点像是双胞胎。的确不是，但是这炸凉了，我跟你讲，炸凉就是外面要很软，然后里面要很脆，很好吃的。可是我担心等一下你们带回家的话就没有那么好吃。台湾就反正就是没有这个东西。台湾的是不是味道跟这个完全不一样？台湾的肠粉。嗯，我觉得台湾肠粉的味道不一样。这个我一个人就可以吃完它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。那你很投入在吃它，哎，非常投入。我好像在台湾拍它吃东西都没有这么满足。对，吃粥通常还会点炒面，还会点炒面。嗯，一定会。你说一个人吗？对啊，它的米粒就全部是像广东粥那种整个烂掉，不会像是本汤的感觉。你会感觉你好像在吃一个高汤，就是人家煮的汤那种高汤。然后有棉料的棉花，就是跟云一样的感觉，可以喝的感觉，所以是喝粥吧。而且里面料很多哎。对啊，对，我刚好看到猪肝。我一定最喜欢就是艇仔粥，艇仔粥它这个就是鱿鱼，就这种鱿鱼，然后这个猪肝一定会有的，就是花生啦，然后猪皮，好脆，它是脆度不得了那种，不不脆。牛栗酥，那我觉得它今天不够酥脆，因为它是甜的。哦，它是甜的。嗯，它有点甜咸甜咸的感觉。哦，上面是有点撒糖粒的那一种。嗯，没错，就很像千层甜甜圈。糖甜咸的。少少啊，少少 OK。OK。哦。这上面有，下面没有。这个辣椒有吗？唔使。唔该，好。这样才是对，可是因为我比较清淡，所以我就是这样就好了。我等一下真的要去爬3000米了，太罪恶了。凉茶呢，就是治百病，譬如说啊，如果你身体不好会感冒什么，就要喝这个鸭塞梅24味。那这个我最怕了，难喝。
然后通常 OK 的话就喝这个野格菜。你要喝什么？不行。那我选24味。哇，夏枯草。夏枯草，明目，让你看清楚一点。好，那我夏枯草。好，直接喝，直接喝，很特别的麦啊，直接喝，它就是打开让你直接喝啦。好，那个是24味吧？24味很难喝的哦，但是它喝完就是，哦，哇，很厉害，一口哎，哇，24味我真的不行，其他的好喝很多啦，喝一口，啊 ，OK， 然后你给，你感觉怎样？甜甜。甜甜的吗？甜甜的，像这种24味是最可怕的一个。是甜甜的。啊，看我那个好苦哦。就这样，好喝。好喝啊。好喝。好啊。这个好喝很多哎。然后来香港一定要喝什么菊花茶，然后你要喝那个菊花茶，那个菊花茶不是每个人都喝得下去的，我觉得我就不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它太涩了。有些人就喜欢它那个涩味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当你会第二个语言，你就拥有第二个灵魂。Welcome。哦。来 ，Welcome。还行吧。好。今天香港都会穿袜子。香港要走很多路啊。台湾不穿袜子的。不穿。不穿啊。你是不是遇到第二个老板？对啊，没有臭脚丫，好猛啊！等一下，我们有点不认识他是谁了。来来来来来来。你知道我其实我在台湾很喜欢吃菠萝油。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菠萝油，很大，真的，手臂。嗯，会笑对不对？会笑吼。它连上面那个酥酥脆脆的奶酥的部分，对，超好吃的。它奶油这样子，然后在里面一整个一咬下去，那种感觉又咸咸的，然后化掉，对，咸咸的，才是真的是菠萝油，是不是跟台湾的口感完全不一样？而且它咬下去的时候，它是整个外酥内软。我刚刚第一口喝到粥，它那个粥整个是鲜甜的，鲜甜的，然后又很清，它不会说里面料混的很多，然后就很杂的那种感觉。我想它的这个粥体就是高汤状，已经成膏状。我们刚有拍到它整个在那边滚，它就是滚到那个米心整个爆开来。它的猪肝处理的很好，第一个是猪肝它咬下去之后里面有 juicy， 而且二来是它没有铁味，很多人吃猪肝很怕那个铁腥味。我觉得它这个没有很甜，但它带了一点点的那一种甜味。我觉得很多都会被我们片时剪掉，它的片长太长了。对。这个是牛梨酥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就外带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它这个是甜甜的。它是甜的，它就是一个千层甜甜圈。对，它很像古早味的甜甜圈。然后千层甜甜圈。然后外面那一层炸得很酥。双胞胎。可怜你们吃不到，好吃，可以。